差那么多。看到没有，宿舍很有母爱的感觉。妈妈，你也要看看你。耶，各位，我现在人就在泰国了。耶，今天的泰国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天的泰国是我家里第一次 family trip， 而且是出国的第一次。耶，开心。嗨，谁在帮你绑头发？嗨，嗨老布，嗨，快点。不可以叫老布，不可以叫老布。为什么不可以？你要叫妈妈。嗨，嗨。全国呀。嗨，嗨。嗨嗨嗨嗨嗨嗨耶！我们呢这一次就由曼谷，应该只有三天两夜，非常短暂，因为我们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去配合每个人的时间，终于挤出来，让牙膏剩最后一滴，这样挤出来的三天两夜。所以这一次呢是很短暂很短暂的一个小旅游这样啦。耶、你很恶心嘞。我们现在呢要准备去吃午餐。我们刚刚在 search 的时候 search 到一个 Google review 有接近五颗星的午餐店，去吃午餐。我们就去这个走路五分钟的午餐店。我们到了我们午餐的地方，就是林巷。Let's go。这是一家 Google review 4.5分的吗？4.8，接近。评论多吗？蛮多的嘞。因为我觉得评论多才是重点。我觉得哈，我们可以叫一小样一小样。第一次那么长的桌子吃。有几个等下再来打泡鸡边糖一口有4.8分吗？居然没有，不然4分打泡鸡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对，啊打泡鸡怪怪的，绵呐。我来试试看它的血有没有新鲜。我大胆的说嗯，主要是蛮好吃的。啊，现在新鲜。嗯，发财。你的最爱啊，来啊！拜哪拜哪，漂亮点。我安迪拍很近哦。这才是要看到我们什么料。是哦是哦是哦。OK。我安迪想变金毛手，你看一颗。金毛手。我觉得这个哦，真的很好吃，又辣又酸。南哥，那么笨。它那个是其实还不错，蛮甜一下的哇，糯米。它的糯米是粒粒分明的。是好吃，我觉得是好吃的。耶。Okay, one by one. Wow, we do. Wow, Louis. Hello. 表演一秒入睡，也太快了吧！耶，我们到了要换钱的地方。哦哦哦，不小心按放大。可恶！我们现在就到这一间，之前就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个 Super Rich。Super Rich。很多人都讲我跟我哥哥很像，像咩？我漂亮很多吧？这个是黑到不行的人士，我没有像吧？你这样漂亮哦。我黑的。你很黑，没有错。你这么质疑你黑不黑这问题？就是来换钱呢，只要带你的现金跟你的 passport 就可以换到钱，所以很方便。耶、我换好了，然后呢，这里的汇率呢真的是比较好的，换了一个800块马币，两天够用。换好钱去哪里呢？去 Central World， 因为萱萱大便了。好吃了没？他打开 Bambus 要去洗屁股。有小孩真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来 Central World， 因为我想要带他们吃我们一直来都觉得很好吃的那个 After You Dessert， 就是冰店啦。但是我发现 Central World 里面哦，还有很多很多的新的 cafe，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真的好多好多新的新式的东西。帅哥。我们到这间了 ，After You。好像在排队哦。每一次来我们都要吃这个，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冰店。我们找到我们超大的位置，可以塞满9个人的。怎么你们这样吗？小孩子吗？啊，来过来。对。不要跟我坐。哇，老板娘。要跟你算钱呢。为什么？太 beauty。儿子要拍照的，阿姐在讲电话哦。啊，你要错过了哦。这个冰要融好哦。是为什么这个冰给你们弄到很像桌子在吃冰这样啊？你看这个冰外面。你哥哥要喂桌子吃。妈的，这个冰也是很贵一下的啦，你这样子吃到怎样哦？来了，这个超级超级好吃。阿姐，阿姐，快来，阿姐快。
安静安静，切牌，再打安静安静打你。有贴了面包。看看你的嘴巴。看一下嘛，看一下嘛，小孩子的倔强来了。叛逆期，叛逆期。他现在已经是睡不够的状态，但是他要吃的话还是可以吃的。你还要吃吗？要吃吗？要啊，他已经 delay 了。还要吗？还要。这个人到底是多累？你在我影片里面睡了三次了。妹妹笑什么？妹妹是谁？你跟苍果果讲，你梦到什么？苍果果，我梦到你看美女，然后你的女朋友拿苹果一巴掌打你。苹果不是一巴掌，是一窝盖盖窝。走了走了，看到没有，书生很有母爱的感觉，母爱泛滥的书生。不要暗示我。各位书生要给我生小孩啊！不准在下面留言。书生要给我生小孩，各位。这个代表有，这个代表有。他们先，他们先。哇，那，你要生孩子哦？不要啊，我女儿，我跟儿子。应该有一个小时，我才知道。对，我才知道原来塞车塞了一个小时，这么久。今天就来这边逛逛，然后吃一点小吃。今天的晚餐就会在这里解决。可能很累哈。还想吃。第二次哦，因为之前我们吃过一家类似这样的火山排骨，不过你们还记得吗？我们讲很不好吃，可是我这样子看大家，我都把这个排骨吃到很干净，所以我想说，我再给他多一次机会，可能是店家做的不好吃这样子。来泰国就是要喝椰子，椰子过关吗？椰子老板，可以，椰子不错，但是可以冷一点，它外面冷，里面不冷，厉害哦，外面很冷是不是？怎么做到的？来哦，一盘麻辣海鲜。够大份哦！哦，这是热的哎。我今天麻辣一个。哦，这个比我们上次吃的好吃。有没有好喝嘛？好喝，好喝啊！哇，它这个哦，超够味，超好吃的。这家超好吃的。哇，这家 approve 哎！来，各位评分，好吃可以竖一个大拇指吗？大家 approve。各位，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一间。因为呢很好吃，然后我们加了有海鲜啊，有排骨、鱼，还有什么虾。麻辣海鲜还好。对，但是虾那些我觉得 OK。我们这样子交大概300七，七样菜300七，超便宜耶！终于有在吃到好吃的，还那个火山排骨。又买了我的青芒果，真的很好吃。是吗？红诶，你知道什么来的吗？要吗？现在只有我跟常勇两个人上嘟嘟车，因为他也要拍 content， 所以我们就上嘟嘟车了。好陡啊！坐上敲到头，哇，这么可这样摇啊！我家人在前面那辆车。啊，很久没有坐嘟嘟车，然后又吃饱，又给他跳跳两下，很晕啊。我发现现在嘟嘟车价格比之前还便宜一点。去年我们来他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价格嘟嘟车上很贵啊，现在好像比较可以接受一点了。那还是贵。刚我们叫了十人车379，然后问嘟嘟车他收我们多少，他收300。我开250，他就上好。直接后退。累了，每个人。书生在学习怎么当妈妈了，然后你们不要觉得为什么也是抖，因为我在用 C9 用这个念腹肌，我念腹肌。吃母手中线，游子，这么你不会吗？游子身上衣哦，都不可以陪你。通常小孩子那种小妹妹看到帅哥都会不好意思，想要跟帅哥。那你有？其实你会嘛？吃母手中线，然后可以吗？吃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身上衣，有歌啊？那你不懂。继续，你美还是妈咪美？屁啦，这样子爸爸帅还是常勇帅？爸爸帅。但是你爸爸没来不？爸爸没来干嘛？叫常勇帅还是常乐帅？常勇帅。嗯，叫一丈帅还是常勇帅？一丈啊，讲我帅一丈。他讲我比你帅。没有眼光啊！剩下我们几只小猫，因为我们可以早上买一波，蛮佩服他们。真的很厉害，我妈咪，然后我大哥大嫂他们去了那个批发市场买衣服，
他们讲我妈咪买了一个行李箱，哇，他们买了，他很开心，他只要买有买东西，他很开心。然后呢，我们现在的早餐呢，要去吃一个我们那时候员工旅游带他们去吃的一个很好吃很好吃那个面包早餐店 Meal Toss。我们的车到了，早安，笑。其实很多人讲我们很像，现在应该不像了。开心吗？来泰国？不开心？真的吗？开心还是不开心？开心耶！星星开心吗？耶、yeah! ！还要再来吗？还要再来哦！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们到了，又是这一家，哇！今天好像有不同样的东西。Let's go！ 还有泰 T 耶！哇，这个是谁的呀？你们的。不要给一号啊！这样好了没你？给我了啊！啊！面包是这样子煎的。烤面包。好吃吗？这个？上次我们好像没点这个。这个是 toaster 最 basic 的，就是没什么东西。哇！里面有 butter 没吃到。觉得最好喝的 ice americano。哇，我们的面包大餐，他们开始紧张哦，因为刚刚是我点餐的，然后就要给我点餐，就这样子。这个是Thai tea，我们上次没有吃过的。然后上次我这次点了一个叫优助的 Americano， 想 try 一下。来，不错。可以啊。然后还有点 sparkling， 很特别的。呀、yeah ，我们的面包大餐。我们到吃了，400多块，麻痹400多。这菜场以后不要给他点餐了，这是他最后一次点餐，我不再叫他点餐，太夸张了，这个人。老板买衣服给我。我们上次来是来这边，这次也是来。我买了一个 Teletubbies 很 Q 还穿的内罩在脸上。一个是很可爱的，我们创造新世界，可以不要合理化吗？我们是很有愿景的人。然后他买了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可爱的一个线条衣。其实我买这样都是为了下个月土耳其啊，因为衣服还没买好，多一个礼拜就要飞了。他们在外面拍照等我们，人体脚架。这个是谁啊？换一套衣服了呀？谁买给你的？他是谁？阿姑。阿姑啊！哎呦，很 Q 嘞这个。哎呀，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模特来了，哎，蛮好看的嘞。跟我这样害羞，很 Q 呀。我们到了拍立得要拍照的地方了，耶、yeah, ！来做一个纪念，耶、！OK， 走，我们进去拍照。哇，大家很开心哦。去去，一套一套还套恐龙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什么？颈枕啊？不是，这是 V 的塔塔。是吗？各位你们看我戴什么？来，黑衣居然还有 VT。我为什么苏珍选这个给我？看一下你的，哈哈，可爱。太正常了吧？这是什么？这个什么来？这是狗来的。我看着带狗哦。很 Q 啊，鲨鱼。这是什么？哦，那个粉红熊。这个是 Dobby。呀。很 Q 啊。这个怎么在做？可以头发可以收回来吗？哎，很 Q 哎。太小，盖点头发。其实这个房间只可以塞五个人，然后我们塞了九个人。哎，对，这样门被关了，有没有看到？好像。是我也没看到。给我按快呀！看不到，看不到哎。这个是谁？哎，7秒，7秒，7秒，快点，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快点起来！你看上面，看上面。哎，你没有看到？哎呦！要进来。我没有力啊！不可以，我们太累了，不要脑笑哎，全部人，我没有拍过这么累的大头贴。出来了，我们有4张。耶！哎呦，好满哦！买一个保护套给他。嘿，可爱，这个是什么？这绿色是不是？未来的亲子装，即视感吗？这样穿青色是不是多帅哥？为什么哎？你不是帅哥啊？像我哎？我们两次啊，他给我一样的答案。这就证明你真的不帅，小孩子不会讲偏话的。其实我帅嘛。哎，你昨天不这样回答了哦？你不要再叫小孩子讲偏话了。终于来到这个很红的 Gentlewoman 的店，它有4层楼高。我知道我妈咪很喜欢看那种大个的背，所以大家来看一下。然后这楼呢，比较是属于那种白色品，还有包包啊。我妈咪讲什么？今天是最大收获啊！助力，助血，爽啊！开心哦！开心。
等一下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哦。对对，等一下还有很多。对对对，有吃的，还有吃的。我们现在在这个 Big C 地方，然后呢，这里是麦高家人的。是吗？是。是吗？是哦，没有买。然后这里呢是很时常我在这边买，好像给家里吃的那些果啊，妈咪很喜欢吃这种啊，我家里人都很爱吃。Big C 是最好消遣花费啊，那这里的东西都很便宜。我们花了3200多少钱？400多。400多 ，OK。我买那个风油干嘛？那个买了400多。哇，我用完了啊，还有20块，没有了，21，万岁，万岁，用完了。购物女人就是快乐。这是大家的战利品，三大袋，还有甜甜在这里。我们现在决定呢，先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家，然后再去吃晚餐。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去按摩。对，我也没有按到摩，好哥。哎，一定要按到摩。看我新买这个，没有用啊，不要买。它这个抽安哥，感觉很快就会没有效果。每次买那种风油风油类的东西。我想说这个6块钱再试试啊，结果应该很快没有了。我们的晚餐到了，就是这个牡丹餐厅。他们的表演又开始了，之前只有一楼吧，现在开到2楼去了。对，我们终于有位置坐下来了。发现你这个位置一定破碎了，你在整个餐厅的总监。慢点，破碎了，常用啊。啊！他应该是记得长乐哦，看到我去了。那个爸爸呀，超辣，超好吃，好吃哦。还有菜，我们都饿到不行了，开不了吃的东西，我们太饿了。我们的匣子，表演开始了。你也开心。那我要去。不可以，对不对？那我下去。你讲常勇很帅先。很帅。啊，我为了下去，欺骗自己哦。算了，你都讲了，算了。我们准备回了，我们要回去了。今天最后一天，我们七早八早就起来了。这小哥很厉害，拍行李。对，我们3天2夜的泰国 family trip 就在这里结束了。